方面的发展啊。现在我们看到这四号场地，这因为这个球场地没有这个电视转播信号，所以镜头好像有点雾蒙蒙，有点像监视器的镜头啊。就是一个单边机位开到的这个王一涵和辛德胡的比赛，现在双方呢在第二局，王一涵是7-12落后5分。对方又得一分。对于王一涵来说现在非常的困难。王一涵的这个球进攻能力比较强，但是相对来有的时候比较的直哈，就是说他好球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两个人在身材高大上面，他们可能就转身方面可能会稍微的那个有点难度慢一些，对、啊、所以这种对角或者就是说前后场的调动啊，还应该多多使用一点，推对方一个身后还不错效果。这一本下压，对方的身材也非常的高啊，是一个对角，轻掉一板，挑起来，还是在调动王一涵，把球拉起来，由对方反击，扑一板，王一涵这过度显得没有太多的目的性啊，轻掉往前，接掉能力还不错。这个多拍对于双方的体能消耗也是比较的大。王一涵又追一分。还有角度的变化，突然切到这边来，我还不适应了。王一涵今天打的好像挺被动的，对，我就感觉他在步法的移动上面显得好像有一点慢哈，而且那个出球的目的性不强，好像都是跟着对方打什么他打什么，没有说主动出击这种感觉。王一涵这个，我就说他打法有的时候比较的，相对来讲比较直，比较单调，就是说，就是体现在这方面，就是目的性有的时候不是很强。这样的话，就让对方消耗就比较大，就是在对方的调动下，自己的消耗就比较大。但是以往我看他有的时候赢的时候就全凭自己顶下来。对，因为他力量是很大。就是、对，就是全凭自己跑，人家打哪他就跑哪，就这种。相对来讲，他的这种进攻啊，他的进攻的力量还是速度还是有的。但是感觉今天在比赛的场地过程当中啊，确实显得体能上消耗非常大。张会长高远球啊，王一涵是过度重复落点，想放网啊，放到网前没有成功，是又是一个主动的失误，再给对手送分。王一涵现在呢要求换换球。今年的苏迪曼杯的这个比赛，刚才我们说呢，这个比赛打的也是相当接近啊，3局的比分21-19、16-21、14-21，王一涵是逆转的。直接一板下压，手也非常的重。
感觉王一涵整个人的疲劳确实是他的这个汗如雨下呀。今天确实广州的这个潮湿度是非常高的，因为刚才外面在下暴雨。看他能不能追回来，又追一分，11-15了。嗯，还是有机会。头顶位置啊，连续的进攻。其实刚才反拍过度，非常被动了。从这一分得分上来看呢，这个辛德胡的这种能力也是相当强。对。现在场上的比分是王一涵11-16啊，落后分五分。嗯，这是一次机会啊，对方的这种回球打杆了。对对对，没有打到球拍的甜点。王一涵抓住这个机会，但是确实感觉比较的疲劳。他现在呢也是说花比较多的时间呢来进行调整啊。这场球因为对方的打法跟他差不多，对，也还挺能跑的，我看这个。而且杀球力量很重，特别的进攻意识很强，像一般发高远球直接的下压就有了。平抽挡，这是一个过渡球。王一涵这几板过度显得就没有什么目的性啊，这种等于是你知道对方进攻能力这么强，你就等于给对方送到手上了啊，有点好像在应付那个防守，而不是说我很有目的性的我在打方法。没错，那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6-13，辛德胡领先。再轻调的往前接发就会有一些变化。王一涵的这个打网质量还是不错的，两个人几乎没有前场，几乎没有前场，对，打法比较近似。哎，这个球不错啊，轻调了一板，半场的机会给截到了，拿到一分，14-16。现在两个人在第二局还差两分。从王一涵那个体能消耗上来讲，今天好像格外的大，也许现在正好是他的，因为这场在。对，在极限，不过我觉得他比赛的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当自己出现这种体能极限之后，他的这种调整的时间，你可以明显。王一涵还是很能顶的，我觉得。对，我每次看到他在过极限的时候，自己还能过得去，然后再把自己调整过来。你看辛德胡哈，他就是能力挺强，他基本上都是那种直接的高远球，直接下压，这在女孩子里面其实并不多，这种单打的打法。轻掉一板，这球好像是出界了，回球界外了。嗯，我看到那个边线好像应该是举起了双手。对对对，辛德胡17-14啊。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在接下来的这个八强赛里面啊，遇到中国选手王世贤。下午王世贤打广濑荣一子的比赛还是打得比较轻松的。按说大家觉得广濑的打法是属于比较黏啊，比较难缠，对，挺能跑的。但是今天呢，对王世贤没有造成任何的威胁。本来大家以为王世贤和王一涵会在接下来的八强赛里面会师，但是现在看起来比较有难度，18-14。现在印度选手辛德胡还是领先四分。高远球过度，还是控制底线啊，但是没有前后场的调动，想要这种对角的方式啊，也是让对手转身，造成了对方的失误。王一涵呢，就是连续控制对方的底线，就是
在让底线的两点的跑动，追回一分，15-18。俄日龟快抽，好球啊！反拍勾对角，拿到了一分。16-18，又追进了两分。嗯。王一涵打这种进攻型的选手，他一定自己不要先失误。对。其实得从这种两个人打法相近的情况下，真的是比较简单啊。从技战术包括线路的组合上来讲，特别特别的简单。对，而且那个新人物好像就是王一涵，只要发高球他就下压。对，不管是打杀球、吊球，全是下压球。能力在那儿摆着。下压了，防守还不错啊！哇，这挡网质量非常高。又下压，前后场王一涵摔倒了啊，还在顶着。哇，你可以看到，在两个人的体能的对比上来讲啊，移动的速度明显的是这个金德湖在调动着王一涵。对。那个桑球打的让王一涵的这个非常辛苦啊。而且王一涵只要起高球，那个金德湖全部都是下压，不管是杀球也好，吊球劈吊。对。就不给王一涵去攻的机会，不给喘息的机会啊。新德湖呢，他在此前的晋级之路当中也是比较的辛苦啊。第二轮他是首轮轮空，第二轮呢是三局击败的日本选手。王一涵是今年的比赛的2号种子，他是在下半区。王一涵呢，在对方失误的情况下再追一分，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7-19，双方第二局的比赛，第一局呢，王一涵是18-21先输了。电视球场，丹麦队和韩国队的这个混双比赛在决胜局里面打到17-17，比分也是非常的纠结。今天的比赛都比较激烈。对，从这个今天开始啊，后面的比赛将会可能越来越激烈了，因为选手的实力越来越接近啊，也会可能胜负就在两分。对，这又是一个假动作的变化，看到回球失误好像。对，金德湖现在脑子还是非常清楚的，他从这种你看他的这个落点的前后场变化，包括他的执行的手感上来讲，都比王一涵要好一点。另外，他步法之间的连接啊，速度还是很快的。但是王一涵由于体力上方面下降的比较快啊，明显就是说在跟着对手的节奏打。跟拍勾对角一板，推底线啊，被对方抓住头顶的机会啊。王一涵又是一个盲目的过渡啊，头顶位置劈掉输界，挂网，王一涵追回一分，但是现在对方已经是长点啊。接板下压，连续进攻，王一涵要被动防守，反击了，好球，连续的杀追分啊，救回一个赛点。新德湖在今年的印度公开赛里面是打进4强的女单选手，所以还是有一定的实力。
观众还是不遗余力的为王一涵加油啊！现在在比赛上面19-20，还是对方的一个长点。王一涵只要再追一分啊，先把比分追平了就有机会。八后场的高远，危险，出界了，好球，追平。这球是长出了底线，20-20，挺考验心理素质的吧？这个肯定是那个印度的有想法了，心想我一分我都没有拼过你几分。对，现在全场的人都别的比赛都不看了啊。申白哲和这个严慧媛的比赛是打到了长点，20-18，轻掉一板。再掉啊！判断失误，王一涵举点啊！现在是21-20，在这一局当中反超，确实就像是高凌所说的，肯定是有想法了啊！在这种，与此同时呢，刚才我们看到电视球场的这场混双比赛，这是严慧媛和申白哲这对年轻的韩国组合击败了赛会的四号种子尼尔森和彼得森，这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对，从实力和两队选手的战绩上来讲呢，丹麦选手明显是占据优势的。现在王一涵啊，通过自己的持续的努力，把比分呢带到21-20的反超，这是他的局点。轻掉，靠高远球的过渡，结果是打出了边线，回球失误了，失误了，可惜了，可惜了。21-21，因为这是单边信号，所以没有字幕啊。我们要多给观众介绍一下比分，因为这是四号场地的一场比赛，女子单打的下半区，中国选手王一涵对阵印度选手辛德胡。扑压啊，轻掉。王一涵的这个放网质量非常高，再掉一板，推后场底线，好球，好球啊！看这个往前搓的还是不错，反拍勾对角质量不错，体力上不行了啊，现在不太敢突击，还是在拉开对方，对，反拍过渡一下。反拍勾对角，这拍相当好看啊！半场机会，漂亮。辛德胡那边稍微有点顶风，哇，这多拍真好看！再掉一板，哎呀，小心，王一涵有点跟不上了。好球，好球！哎呀，很晃啊，好像对方。哎呀，王一涵体力有点跟不上了，到后来也明显，刚才那个往前球，看他的腿都有一点打晃了，对，有点撑不住了，但是太危险了。这个比赛啊，打到这种阶段，就是两个人这个拼体力了。这个多拍这么多拍之后，王一涵这个已经丝毫不掩饰自己的这种体能上面的急剧的下降啊。但是对方呢还速度非常的快，就是如果这样的话再打决胜局的话，我觉得对于王一涵也是很大的考验。对，是是对方而且好像从头打到尾，就只要见高球就是下压。对，现在呢又来到了辛德胡的赛点了，长点22-21，第一局是21-18先胜。头顶位置啊，你看后撤的步伐非常的疲劳了，已经。对方劈对角，再挑起来。回球，王一涵的吊球啊，出现了失误。像在这场比赛里边呢，还是印度选手辛德胡啊拿下了这个比赛的
胜利，花了54分钟，21比18，23比21，获得了这一场比赛的胜利，也获得了在八强赛当中呢跟王世贤交手的机会。今天呢，这样二号种子在女单方面啊出现了今天一个比较大的冷门哈。其实大家知道新东湖不是一个很好打的对手，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王一涵在体能上消耗。